收集这么多头发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实测 LG 8.0 的防纠结底刷。我们在周边呢围了磁条，并且把这个头发均匀撒在地板上。到底这个头发会不会纠结在底刷上面呢？我们现在首先就来看一下集成盒。Oh my god！ 集成盒答案揭晓。有没有刚刚长长短短的头发全部都扫进来了？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这次实测的重点——防纠结底刷。Oh my god！ 到底我很紧张哎，会不会卡很多头发？还好哎，还好哎，是有头发没错，因为毕竟它是降低头发纠结，可以降低70%。你看，通常你用过扫地，你就发现这边卡了一圈又一圈的头发，但是我们的防纠结底刷它蛮厉害的。它只会卡在两边，而且卡在头发两边的好处就是它很好拿，你只要这样拿下就好了，你不用拿刀子在那边割啊，拿剪刀在那边剪啊，甚至有的人其实看到头发会觉得很害怕，你看它都帮你卷起来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懒得清扫扫地机的话， LG 8.0 的防纠结底刷真的是懒人救星。如果真的很没有时间做家事，它的这个湿拖板非常厉害，它可以把水加在里面，挂上这个抹布，它水会非常的均匀漏出来，所以在扫地的同时就可以把地拖干净。你说懒不懒？把时间省下来追剧、看电视、陪伴你的家人多好！如果你家里面有年老的长辈，更需要这么便利的扫地机，只在486团购。哎，而且刚包了。哎，在干嘛？你很棒。你怎么在那里？486系列 YouTube 频道正式上线咯，听特别来宾的精彩人生故事，486会客室，带你吃遍全台湾的美食，吃遍全台湾，请听民众最真实的想法，486街头全民调，超闹超欢乐，你绝对不能错过的超有张力，一个台南女孩北漂打拼的故事，立贺挖喜陈立明，充满新奇热门好物开箱的486系列之好物开箱秀，在486看见有故事的人 About Us， 立即按赞订阅分享，486团购天天都有新故事带你跨越不同世界。